好，大家请合掌，跟随我念：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无上甚深本愿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弥陀真实意，请放掌。诸位法师，诸位在家菩萨。大家阿弥陀佛，请放掌。晚上，师父继续跟大家报告《善女人往生传》。前面我们探讨到了第七本书《修习稳健录》，这本书摘录了16则。善女人念佛往生的故事，在《善女人往生传》这一本书，这16则故事，我们前面已经看了10则故事，底下第11则故事，这一位善女人，实在非常值得大家学习。师父在编写这一则故事的时候，内心除了非常的赞叹与感动之外，我心里有无限的震撼，因为原文比较深一点，我把它翻译写得比较白话，所以在编写的过程，我实在对这一位善女人非常的赞叹，非常的佩服，因为她只不过一位13岁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小女孩，她的出生一直到13岁的往生，可说充满了传奇，一般人不容易做得到。但是，作为你这种菩萨，不管你的年纪多大，这一位善女人，13岁的小女孩，她认真的念佛，这一点是你只要有心也可以做得到的。这位小女孩实在呢，非常的了不起，她的名字叫以印芝。是遗憾清的女儿，13岁呢就念佛往生了。生下来的时候也有瑞相，师父个人认为，这一位遗孕之小女孩，有可能是活菩萨的视线。活菩萨的视线不一定呢，在人间呢一定活到70老80。活菩萨视线也不一定视线一个很会讲经说法的法师，不一定。事实上，在末法时代，有很多活菩萨呢，视线是视线在家人，说不定你们在家菩萨当中有人是活菩萨的视线，不一定。这一位遗孕之善女人，她刚生下来的时候。他的父亲呢，梦见了满天的晚霞光芒，所以就给他取霞光的小名。他3岁的时候啊，就不吃鱼、不吃肉了，荤腥的东西都不吃啊，非常有善根。有的人更有善根，是因为母亲吃素。所以啊，婴儿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就吃素，
生下来啊，自自然然啊，因为父母家人都吃素，所以他没有因缘吃荤的。这一种人也是善根深厚，但是生下来自己呢，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不吃素，这样的人呢、啊，善根呢特别深厚。广化老法师还住世的时候，亲自为一个呢太太助念。这一位太太年纪还不是很大，临终的时候，广化老法师以及南普陀佛学院的许多法师去为他助念，结果临终的这一位太太业障现前，有两条鬼魂啊缠着他，抓住他的脚，他告诉广化老法师，当时的广化老法师呢就，问这一个临终者的女儿，你妈妈以前有没有从事什么杀业？他的女儿啊，告诉广化老法师，有，我妈妈以前比较年轻的时候，曾经杀了两条狗。你看这个杀业就在临终现前啊，还好遇到善知识广化老法师，跟这两条冤魂的开示念佛，障碍才消失。所以诸位菩萨，你一定要尽早吃素，要不然你念佛说不定临终在阿弥陀佛还没有现前的时候业障先现前，那万一那时候没有善知识在旁边助你一臂之力，那你可能就会产生危险。当然阿弥陀佛现前就没有问题，所有一些障眼通通会排除，但是如果你平生就业障现前，因此啊，好好的用功念佛，持斋如素，守戒念佛，自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从平生到临终都比较不会有障眼。这一位一应之小女孩，三岁就自己知道要吃素，不吃鱼不吃肉，而且她的天性啊仁慈，不杀害生物。我看到这一点，我真的非常的惭愧。我想到我小时候拿竹竿打金龟子，打了一脸盆，然后放在那大鼎里面呢、啊，炒来吃。所以啊，业障这么深重，经常呢在生病，那是因缘果报。我欢喜去接受它，我实在呢不如这一位一应之小女孩，善根这么深厚，三岁小女孩吃素。不伤害任何生物，一应之从小就许配给良家，在明初或者前清时代，有不少父母啊，当有了儿女之后，在儿女年纪还很小，就为他定了一门亲事啊，甚至啊。有的妈妈还在怀孕而已，就为肚子里面的孩子定了亲事，叫做子父为婚。那以前古时候人讲究信用，譬如说有一个女儿跟某一家人呢的儿子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定了婚事，孩子长大了会照父母在他们小时候所定的婚事呢去结婚。那现代人的结婚了之后离婚的一大堆啊，现代人当然呢也比较没有这一套。这一位一应之从小许配给良家，他在13岁死的那一年的春天，梁家呢有信来说梁家那一方面写信来等到应之15岁的时候，
就要来迎娶了。古时候，不管男众女众，都是很早结婚，尤其女众啊，十几岁，十五六岁就结婚的很多，反而到了二十出来岁还没有结婚的很少。那现在社会，女众菩萨到了三十岁还没有结婚的也大有人在，这是整个社会的现象。因为呢，娘家写了一封信来，告诉呢这个余印之啊，等到他十五岁的时候就要来迎娶。余印之听了之后，大家猜看看，是很开心还是很不开心？很开心，不开心。这一些善女人啊，有一个共通的特点，就是还没有结婚的不想结婚，结了婚那先生走了，他就守寡，一心念佛，不再改嫁，不再谈感情。我们生生世世就是因为很喜欢谈感情，很喜欢呢求金钱、财宝、名利、权势，很喜欢追求武艺，是这一些害死我们的法身慧命，对不对？对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学习这一些善女人，不管你是男众或女众，看淡感情、金钱、名利、权势、财宝，看重念佛往生，那你的人生方向就犹如一棵树，每天在往西倾倒。世尊呢，在经上说，有一棵树每天往西倾倒，有一个人呢，拿了一只斧头，不管从这一棵树的哪个方位砍下去，这一棵树一定会倒向西方。这个意思就是，你现在呢，一心一意就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凡是跟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冲突、有矛盾的、会妨碍、会阻拦的，通通被你排除。感情跟念佛往生作为比较，感情其次，你要念佛往生；金钱跟念佛往生作为比较，你要念佛往生。你的心始终呢，就是为了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过你这一生呢，随缘念佛的日子。那将来临终，你还需要人家助念吗？不需要了。将来临终，你的神识离体自然，你心之力量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愿望，就把你牵引到西方极乐世界。何况呢，阿弥陀佛现前的时候，你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夙愿就要能圆满达成。会不会很开心？会。会不会很法喜？ 会。你见到阿弥陀佛来了，一生的修行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愿望要达成，你怎么会不欢喜？你怎么会不开心？所以这一位余印之小女孩这么有善根，人家在她十五岁的时候就来迎娶了，听了之后啊，看了心里很不开心了，所以的家人就没有人敢说。如果有人呢不小心说到娘这个字，她也整天不吃饭，结果呢，忧郁成疾。为什么说到娘这个字，他就整天不吃饭？因为他将来要嫁给姓梁的。可见得啊，他对感情很没有兴趣，对不对？一心只想念佛修行，所以啊，他忧郁成疾，就病倒在江苏省泰州市。余印之预言自己六月的某一天要离开人世，果然他就在那一天面向西方坐着，口念佛号：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往生了。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孩就这样呢，临终一知十字念佛，坐着往生。
殊不殊胜？殊胜。我们给余韵芝这小女孩赞叹掌声。诸位菩萨，你我来反省一下，想一想我们以前十三岁的时候，我们在干什么？十三岁，有的人还在读书，有的人还少不更事，有的人根本没有遇到佛法，有的人还不晓得自己有自信，有的人呢对世间的事还懵懵懂懂，有的人呢甚至连洗衣服都还要仰赖父母。现代的孩子依赖性很强，什么都父母为他做得好好的，所以独立性很差。这一位余韵芝小女孩三岁就开始吃素，十三岁自在念佛往生，念佛往生十三岁那一年的六月，他就知道某一天要往生，真的是那一天往生。因为故事里并没有说六月几日，他就知道六月哪一天要往生，只说某一天。那我们可以肯定的，第一，他是一知十次的；第二，临终正念分明；第三，坐着往生了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现代人，不管出家人或在家人，念佛修行要念到呢坐着往生就很不容易。一个只有十三岁的小女孩，她做到了。想一想，如果我们跟她比，我们是不是要惭愧的多了？对不对？所以师父为什么鼓励大家好好的听经闻法，再来你所有的时间认真努力的念佛，师父敢给你打包票，阿弥陀佛一定不会辜负你。因为我很了解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绝对不会辜负你，不会让你一生的念佛百念。底下呢第十二则故事也不是很长啊，这一位善女人啊，因为有了夜梦吉祥之后啊，她临终也是正念往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。第十二则故事的善女人呢，叫做陈莲开，是莲雨这位女众的第二个女儿。原本她的母亲莲雨打算把她送到呢海天精舍出家，但是以路途遥远而没有去。陈莲开和姐姐啊陈莲富都能作诗，两个人都遗留下来啊诗句很多。乙亥年六月十一日，陈莲开呢梦见自己进入冥府，也就是阴曹地府。这种梦见啊，在地府里面是好的梦见，不是受险受苦受难的噩梦。这位陈莲开善女人梦见她到了冥府，见到三位法师和他在详谈修行的事。后来法师呢用剑在地上啊画了一个深坑，叫他跳下去。在梦境当中啊，他真的跳下去了。跳下去的时候，就见到了《华严经》上所说的境界。这时候，弥勒菩萨跟陈莲开说：“这半个月以来，我已经替你犯了一副翡翠骨头了。”故事里并没有说这个陈莲开以前有生病，他是有这个梦境之后的第二天醒来了。哎，这位呢陈莲开就生病了，他什么也不吃，只喝水。到了中午时候，有这个梦境的第二天中午，
见到了韦陀菩萨来。故事里并没有说见到了观世音菩萨来，见到大势至菩萨来，或见到阿弥陀佛来。但是啊，在这边师父跟大家补充说明，我认为是韦陀菩萨先来，后来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、阿弥陀佛再来，只是故事没有交代出来。尤其阿弥陀佛一定会来，因为阿弥陀佛的临终接引念一定会呢实践在每一位发菩提心、修诸功德的行者临终。当韦陀菩萨来了，正因为善女人陈莲开，他就把头发剪掉，坐在天堂中诵阿弥陀经，然后啊手持念珠啊念佛而往生了，正念分明，诵了一卷阿弥陀经，再来啊拿着念珠念佛，就这样正念分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那在这里师父经常跟大家报告，善女人有许多临终呢有诵经的，师父都会鼓励大家，临终那么重要的往生时刻，直接就一开始就念佛，一举念就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啊，不必再诵阿弥陀经，什么经都不必诵了，诵六字大明的这一部弘明经啊，是最为殊胜啊。教界有一句话说，念一句佛胜过了诵千部经啊，诵千部经不如念一句佛。所以临终时间非常的尊贵，一开始起念就是南无阿弥陀佛，不管你平常念六字或念四字，你是用唱的用念的啊，都是念佛，阿弥陀佛一定会在临终现前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所以这一位陈莲开女众，他虽然没有满足出家的愿望，不过他念佛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真正出离三界牢狱之家，对不对？真实的出家。底下第十三者，善女人念佛往生的故事啊，就是出家人。出家人他还没有出家之前，就开始守戒念佛了，到出家之后在打佛七的时候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这一位善女人往生的时候年纪还很轻，41岁而已。她的修行除了出家跟诸位在家人不一样之外，其他守戒念佛跟大家一样。明天就是我们这一个月的佛期开始，这一位善女人后来她出家了，打佛期到了第三天晚上就正念分明，坐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所以这一位善女人她实在是很有智慧。第一个，她从在家到出家，这是正确的抉择。第二个，他选择在打佛七的时候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实在是很有智慧啊！所以你们明天开始这一期佛期，要不要好好来用功念佛？哎，声音怎么这么小声啊？要不要多随你啊？这不勉强的哈。那如果这一期佛期就可以让你念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要不要来参加？要。好了啊，那师父就祝福你了。第十三则故事呢，这一位善女人叫刘宝仁，是江苏省仪征寺人
刘杰成的女儿，你看又是江苏省人了啊。啊，从小就很聪颖，喜欢阅读父亲的藏书。本来他的父亲呢，喜欢研究皇帝及老子的学说，晚年呢、啊，又改学佛法。刘宝仁呢、啊，也就随着父亲转而学佛。可见啊，啊，这位刘宝仁善女人啊，真有善根。父亲晚年，不学外道，学佛了，他也跟着转学佛了。刘宝仁呢，首先在某一寺院呢、啊、受菩萨戒，后来他的母亲成立啊真孝庵。他又随母亲、啊、在真孝庵出家，啊，这非常好，啊，母女一起出家修行，在清德宗光绪三年的春天，这一年呢、啊、是西元1877年，刘宝仁呢由于久病，他知道自己好不了。于是就把所有的积蓄拿出来刻印了《法轮忏》啊，这是一本忏本啊，知道自己好不了，快要走了，所以把善财拿来了印经书跟人结缘，这也是非常有智慧的做法，否则身上留了太多钱，说不定会执着金钱哦，说不定会走不开哦。如果你现在银行里面的存款只有几千块钱而已，跟你现在银行里面的存款有几千万，明天你要走了，请问你存款几千块走得比较自在，还是几千万走得比较自在？几千块，几千块，对不 对, 对, 对？好，第二个问题，你能不能知道明天要走？不能知道。师父常讲的，我们永远不知道是明天先到还是死亡先到，对不 对, 对, 对？对，那就表示明天有可能是死亡先到，对不 对, 对？那如果你知道明天是死亡先到，譬如晚上你听经晚回家，阿弥陀佛就在你家客厅的虚空中等你，你一开门，阿弥陀佛说：“佛弟子某某人，我等你一个晚上，明天早上8点准时，我迎接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好不好？”好。好，那请问，阿弥陀佛这样呢，来跟你预报明天早上要来接引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高不高兴？高兴。这时候银行你的存款不是几千块，是几千万，那你要怎么办？啊？你要怎么办？哎，你们怎么不敢说啊？你银行里留的几千万对你有用吗？没有用的，但是对师父有用，对不对？因为师父还要见识，还要弘法，很需要经费。那你把这几千万捐给师父，师父钱是用在讲堂的建筑，弘法利生，用在大家的身上，用在十方众生的身上，为你做更多的功德，这样好不好？好。好，如果你没有智慧，你呢晚上或许就会这样做了。既然明天阿弥陀佛8点要迎接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我在银行里存款还有呢8000万，那我赶紧呢把8个儿子叫来。假设你有8个儿子啊，一般人没有那么多孩子。那假设你有8个儿子，那你有8000万，那每个儿子要分给他多少？
一千万，这样你就是没有智慧。给他十万块就好了，让他吃饭没问题。不要说都没给啊，儿子让他抱怨也不好，对不对啊？给他十万块或一百万，剩下的钱呢，用在三宝，你自己得到功德。你把八千万给八个儿子，一个人一千万，你有功德吗？有没有？没有。没有啊。但是你把八千万呢，一个人给儿子只有一百万而已，剩下的钱呢，通通呢捐给三宝，那你有功德啊？想一想，有时候你留下来的钱，不要说八千万那么多了，两千万就好。师父在跟大家说生死学的课程的时候，讲过这一则实例啊，报纸刊载了。有一个念佛十几年老菩萨，有五个儿子啊。他一生呢非常的勤俭，省吃俭用，储蓄呢储了两千万。他平生已经写好临终不要急救，也交代呢儿女在他临终的时候一定不要呢搬动他的身体，不要急救啊，八个小时不要动他的遗体。可是最后第五个儿子没学佛，这一位呢老菩萨在临终到死后，临终完全呢意识已经不能表达了，所以呢儿子无论如何从他母亲的临终到死后，要求医生护士一定要把他的妈妈救活到能讲话。结果呢这个老菩萨在临终到断气死了三个小时至五个小时，医生还是要为他继续做 CPR， 要不然家属如果告医生有了医疗纠纷，那医生会吃不完兜着走，所以医生要保护自己，家属坚决要急救。五个儿子纵然有一个儿子坚决要急救，医生还是要听那个儿子的话，对他的亡亲急救。结果做 CPR 心肺复苏术压到你啊，变那骨断去了。你看如果这个老菩萨的八识还没离开色身，虽然人已经死了，压到呢这个肋骨都断掉了，痛不痛？痛，一定非常的痛。为什么这第五个没有学佛的孩子从他的母亲临终没有办法讲话，一直到死了之后坚决要急救，急救到他的母亲能讲话，为什么？为了这两千万、为了这两千万、为了要让他妈妈能够讲话，交代这两千万到底要如何分配给这五个儿子。你看诸位菩萨这样在我们现实的生活活生生发生的实例，就是对我们最切身的说法。有时候我们一生省吃俭用所留下来的钱财，是害自己受苦受难的主要原因。诸位菩萨，你如果真有智慧，要把金钱用来帮助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不要使金钱成了障碍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们说对不对？对，对了请鼓掌。所以那就看看你有智慧没有智慧了啊。这一位刘宝仁啊，知道自己好不了，所有的积蓄拿来刻印的忏本，作为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因缘。九月十九日那一天，他说了沙弥尼戒，于是他就在床前呢供了一尊阿弥陀的圣像，开始打佛七。
大众都很精进念佛，刘宝仁这时候已经出家了，他知道自己好不了，意识到自己生命不久，他更努力的念佛。到了打佛七的第三天晚上亥时，亥时呢就是晚上的9点到11点，他就在念佛声中加趺而坐。加趺而坐就是双盘念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走的时候年纪只有41岁，还很年轻。这一位刘宝仁善女人后来成了一位比丘尼，成了一位沙弥尼。那他的修行就是守戒念佛，尤其呢在打佛七念佛到第三天坐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这些善女人他们的往生个个都这么自在，我想他们想要念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心一定是真实不虚的。底下要讲的这一则故事稍微比较长一点，但是更值得我们好好学习。晚上这一节课你听到这一则故事真的很值得了，因为这一则故事的善女人张氏几岁就往生，让你们猜看看几岁往生，你们猜看看。怎么没有人理我你们没有人理我，那就对师父不礼貌啊。猜看看，猜错也没关系啊，很年轻就走。刚刚我们讲那个一印之13岁就走，现在这位善女人19岁就走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她从几岁开始念佛，让你们猜看看几岁开始念佛。7岁不对，再猜。9岁不对，再猜，再加上去。11岁不对，再加上去。13岁答对了，掌声鼓励。13岁开始念佛，念到19岁，这样他念佛念了几年？6年。19岁小姐，一般人就正好像是一朵花开得正鲜艳的时候，所以俗话讲18姑娘一朵花，正是一个女人最灿烂的光阴。她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。好，底下再让大家猜，这一位善女人她一天念佛念多少？2万。刚开始没有那么多，再往下降，再猜一遍。一万。答对了，这一次猜得很快，赞叹掌声一下。13岁开始念佛，每天念佛10000声。你们年纪大的老菩萨有心，你跟我讲一天念佛念不了10000声，我不相信。不用上班的人一天念佛有没有办法念10000声？他从13岁念到19岁，19岁那一年他有了病，他念佛就增加了。那当然还有因缘，等一下会跟大家报告。他要往生的那一年，请问大家，这一位善女人他念佛是增加还是减少？增加。答对了，增加。他本来平时一天念佛10000声，这时候他生病了，他知道呢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所以这时候他念佛念一天多少万声？大家猜看看。3万。答对了，哇，怎么猜得那么准。所以念佛是要念得越来越多还是要念得越来越少？越多。当然越多比较好，
所以你今天如果念佛六千，明天念佛要七千还是五千？七千。七千。念佛功课呢要越念越多，这一位呢女众菩萨再做一个示范给我们看，做个榜样给我们学习。这一位善女人，姓张，张氏啊，她受人家尊称为谭影道人。张氏家里世代都信佛，佛化家庭，所以年纪小小就知道要念佛修行。十三岁那一年，他就开始学习净土法门，礼拜义慈法师受三皈依，法名宝方。义慈法师呢很器重他，劝他阅读大藏经，但是他没有做到。十三岁开始念佛，十六岁他就不再呢吃鱼吃肉了，不再呢吃荤腥的东西。从十六岁吃素那一年开始，他每天念佛一万三。所以十三岁到十六岁这三年，他也没有每天念佛一万三哦。所以你现在每天没有念佛一万三啊，师父可以呢体谅你，但是从现在开始，大家每天念佛至少一万声，好不好？好。三个，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一位张氏女众菩萨，她十九岁就自在往生了。你不想自在往生吗？想不想？想。想一天念佛一万声，可以做得到吗？可以。可以做得到的人，请鼓掌。有很多人不敢鼓掌哦。十八岁的时候得了病，是一种吐血的病。第二年的六月，那就是他十九岁的时候啊，他带病去受五戒。过了两个月，他就念佛而往生了。当时呢是清德宗光绪九年八月十三日，这一年呢是西元一八八三年，可见的，当他十九岁那一年的六月到八月，病了两个多月，但是他反而更认真的念佛。张氏的个性很温柔安静，很少讲话。不做刺绣的事情，每天呢在禅坐的时候啊，整天手不释卷啊，就经常看佛书。他有两个哥哥，和两个哥哥经常讨论佛经，讨论到晚上。他如果读华严经、法华经、圆觉经等经典的，都能了解其中的义理。哇，十几岁的女孩子能够把这一些华严经、法华经、圆觉经读到了解其中的义理，那不简单哦。而且她又精研净土史要，净土史要啊是我一大师所编辑的啊，这一本书收录了十种净土法门的著作啊，有些著作是蛮深的啊，他能够精研也相当的不容易。而且对于天台宗与显所宗的言教义旨颇有领会，师父个人认为这一位张氏啊善女人啊也是不简单的一位菩萨，说不定啊真的是菩萨来示现的。他生病的时候啊，正在诵大般若经，因为大般若经有六百卷，当他诵到两百八十卷的时候啊，
他怕他在死亡之前、啊、送不完六百卷、啊、于是、啊、就拼命的送。说起来、啊、这一位张氏、啊、也不专学习净土法门，他虽然很认真的念佛，可是送的经像《般若经》是禅宗的典籍，我们也可以说这位张氏善女人，但是修不相应教。他很有善根，遇到净土法门的善知识，所以善知识的因缘确实很重要。他拼命的诵大般若经的时候，刚好常州这个地方有一位在家大德李上善来他家里，就劝这一位张氏呢一心修学，一行三昧，也就是一心念佛，一行三昧又称念佛三昧啊。这位张氏呢果然有善根，就以这一位李上善、啊、当作是他佛法的老师，以老师之礼呢来相待。此后他就不诵大般若经了，他求生净土的心念更坚定，这时候他就改为每天念佛三万声，把诵经的时间拿来念佛。了不起，这样的人实在了不起，真正有智慧，也真正关心自己的法身慧命，也真正有心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对不对？我们为这一位张氏善女人赞叹。当他临终重病进入昏迷状态，你看他这么有善根，这么精进念佛，临终还是快要昏迷啊，他就在床前呢设置佛像，然后啊烧备香供佛，很勇猛的念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后来念佛的声音呢就渐渐小，气息也渐渐微弱了，最后就往生了。往生前的那一天上午，他告诉他的哥哥说，我做了一个梦，知道我今天一定会往生净土，我实在太高兴了。你看这也是预知时至，对不对？师父讲我们没办法前一天预知时至，但是我们能够呢当天预知时至、也很不错啊。如果我们早上起来知道下午三点要往生，那我们一早到下午三点还有很多时间呢，可以念佛，可以处理一些事情，对不对？对。这时候常州的李上善、啊、也在当天晚上的禅定之中，可见这位李上善一定很了不起的一位在家大德，能够念佛念到禅定。他在禅定当中见到、啊、这一位张氏来跟他告别，我蒙受观世音菩萨接引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中品下生了，连品位都讲出来，那就非常的真实。而且啊，禅定的人能够呢，看得一清二楚。张氏的遗言是要剃头出家，所以他走了之后，家人为他穿上修道人的服装入殓，并把他所有的财产用来刻华严大钞五卷。故事讲完了，这位张氏善女人十三岁开始念佛，十六岁开始每天念佛一万声，到了十九岁那一年生病了，遇上善知识，就不诵经了，一天念佛三万声，自在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这样前前后后从十三岁到十九岁，这位张氏善女人念佛几年？六年。而且呢六年平均起来说不定也才只有一万声，因为他最初三年一天没有念一万声，
三年之后每天念佛一万声，最后一年虽然念佛每天三万声，但也还不足一年，所以把它平均起来，他这六年当中可能平均一天念佛才一万声而已，对不对？好，最后要结束之前，师父再请问大家，看你有没有这样的意愿。你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意愿，师父当然也不勉强你。那如果你真的有心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师父希望你能够呢这样做。从今天开始，给你六年的光阴，每天念佛一万声，天天呢不改变，念了六年，六年之后，你一知十字，早上就知道晚上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愿不愿意这样修行？愿意。愿意的人请鼓掌。说起来，一天念佛一万声，念稍微快一点的，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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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想两个小时绝对可以念起来，对不对？不必很快，也不是很慢，两个小时或者三小时一定可以念得起来，再快一点，说不定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念得起来。每天有二十四小时，你用两个小时的时间来用功念佛，你每天两个小时给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给你西方极乐世界。假设师父是阿弥陀佛，当然我不是阿弥陀佛，这是假设的话，我代替阿弥陀佛说话，然后呢跟你们的诸位菩萨对答，好不好？你给我六年的时间，每天两小时，我给你西方极乐世界，要不要？要。太好了，祝大家一心念佛，往生净土。南无阿弥陀佛。